奸臣挡道，直接那个女中炮，中炮下，大爷插翅难逃了。接招，狙击炮，再上个射，再像打民生给你，打还是不打你？随便，不打骑兵。送给你的，你去打吧。上，上吗？出，出去了。出去我也摊上了，好吗？进，上拐角吗？拐角吗？嗯。好。上吗？踩你兵。什么？我说踩你兵，听到了没？踩这个兵，踩吧踩吧，听不不要。别跑，先出个局了再说。让你退回来，下我就扔给你的吃的嘛。我说了踩你兵，不听上。踩兵不要紧，现在我的炮有安全了，走。行军。那对，射射射过去，这个可以打掉，但是它是大嘛，不服是吧？打掉没啥。这个看着了，收一步再说。快马加鞭，站住来道！快马加鞭，休考！说，踩我的炮，马腿走上。人马，骑兵。啊！吃掉，吃了，上马，进，踩狙，吃了，吃掉。杀狙，直接杀狙，先把中兵干掉再说。吓跑了？干中兵，就那么带笑？要杀中兵就行了。冲进去，视角炮，冲进去。骂，回来！我想了想，要回来，我又不打。谁信啊？我才不信呢！不信啊？不信我的高招，就是吃狙。惹不起，我跑得起。快下来！进！为啥？上马！马！又来了！我又回来了！回！我回来！我就送个兵，你吃吧。别送！我现在吃，吃完了就吃马。杀掉！我看你骂忙了，来逃！骂丢了！回来了，放在这里，你又不敢吃我，没办法的事情。进！打你狙！进！皮炮！皮炮！
下底炮。上马。上马吃炮。交给我的事。准备叫啥鸟？不要急，不要慌，我直接准备开炮。我要叫啥鸟？将军。上士。将军，我叫啥？属将。记上。吃我炮。嗯。好，我吃你的炮。将军，这不叫鸡飞蛋打了吗？跑掉了吗你？我打掉是将士，这都局丢了吧？你打可是？不是那回事啊，先生。对了，将军，送个炮。送炮我吃了。哎呀，不要激动，非常上。直接给崔车上那个弹子炮，没带上哦。嗯，崔车一下打掉了。进弹子炮就是这么送个兵，不吃上马。什么？我的。这直接上来了。两招。我吃你的吧，没办法，跑为上策。吃。三十里地跑为上策。吃。哼，我让你吃我，打死绝。妈也吃不上，好绝。不但吃不上，还惹着我，吃了。啥？吃了。喂妈，快开绝上炮。视角炮停。马上了，我要上马了。喂，跳马，进去吃。敢吃我就敢看。将，哎，这还是有问题，咔咔一踩，我的主意丢了。坏事，大局回家。我要吃马，来吃。起口，进个炮。平足，起炮。炮击一步，一炮还双向。来来，叫车呢？上。退。骑马大马，直接是冲着你的马路。跑吧，打了已经跑了。飞了，主炮上，踩你橘子呗。回来。去鞭炮，
说是。吃吃，送我去吃。最牛马后炮要来了。最牛马后炮。嗯。你做牛啊？天地炮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天牛来了？天地炮。彩中炮。黑炮。下来。马和炮，哟哟，狙狙没了，说不说？狙没了，说给你，天地炮，狙杀了。什么？吃完了回去。你妈别跑了，行不行？不跑你又吃不了，回去。好了。来空炮，来，太重，上，连犯两下不行了，出来，太重，回来，马和炮，侧面活。枪，将军，将军这个，哪枪？这不将军吗？什么？是哇，来了个炮的奇怪。冲锋炮叫啥来了？嗯，这还不能吃吗？能吃。嗯。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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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吃能喝，前车后炮。你走了就前车后炮，就这一招。我就不吃。那你将军呗。那进不来，进不来，进不来，进不来。吃了。大哥。当时。说给你了。